队友打下分数。嗯，同时是第五棒保送，第六棒安打。嗯，打出安打。在一二垒有跑者的情况之下，第三棒的林一泉打了双杀打。三游之间一个三垒手扑下去，没有能够接近手，接近手再传也来不及。同样是叶金章打的这种方向的球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出局？主要就是速度。对啊，卡斯蒂扑下去没能拦住啊，杨东义补在后面，虽然把球接近手套，但是传一垒也来不及。这个郑达宏没有推进，几条都没有。对啊，我也要投点吗？有道理。这个球投手顿了一下，捡起来再传，来不及了。三二垒的跑者没有推进，这个也少见了。点哦，然后他已经缩回去了啊，已经缩回去了。他可能是认为说他要来到三垒有困难。